羊比熊的禁忌。羊比熊圈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，比熊是白色的毛发，所以很容易脏，但是不可以天天给比熊洗澡，这样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，容易感染细菌，最好是两周左右洗一次，而且洗澡的时候要选择专用的沐浴露。比熊的肠胃比较敏感，不可以给狗狗吃骨头、生肉、巧克力等食物，容易引发肠胃疾病，尽量给狗狗喂清淡一些，可以喂一些卵磷脂，让毛发更加柔顺有光泽。如果是刚接回家的幼犬，先不要着急给它洗澡，要等狗狗适应之后去打疫苗，打完疫苗一周之后再给狗狗洗澡，尽量不要让狗狗和其他看起来不健康的狗狗玩耍。